义工的协助下，这群心心照的朋友完成点餐的动作，准备要来品尝这因真难得吃到的知名素食店的餐点咯。开不开心？开心。很开心。很开心。谢谢诸位。谢谢诸位。好，好吃。开心。有。有这个活动，然后唤起一些亲人的意识，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庆功总会今天有这个机会给我们小朋友来到这边吃麦当劳，因为其实这些汉儿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来到这边。然后呢，我觉得非常谢谢大家。这是国民党婚姻管动部以及婚姻青康总会为了要庆祝3月29号的情人节，特别来举办的活动，透过邀请弱势团体来吃饭，搁赠送红包，用最公益的方式来过节。管动部主委柯武金表示，因希望青年朋友未来会当为社会来尽心力。以往的青年节，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那今年的话，我们青年的志工们希望用公益方面的活动来庆祝我们的青年节，就希望能够把这份爱跟喜乐关怀到我们云林县的每一个角落。那当然我们云林县党部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我们也期望我们能够当作我们各个乡镇的各个乡亲的一个后厝边的一个角色。这台主力在乡镇区的婚姻青康会员嘛，做会来参与，大家嘛认为会当用这款的方式来庆祝，真正过了真有意义。往后我们青康会继续的举办一些类似这个活动，像物资发放之类的活动都会有举办。感受到弱势族群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大家合力来照顾他们。即刻到餐店，即群心心照的朋友嘛，食甲真欢喜，大家嘛拢真期待未来各位当有机会来遮食饭。记者陈心畅报道。